新城乡公所7号举办了今年度的模范父亲、环保志工爸爸，还有校地楷模表扬活动。配合疫情规定，乡公所也采分批分流方式，室内50人以上来举办这场活动。乡长何礼台感谢父亲们为家庭付出的一切，也透过表扬庆祝父亲节快乐。新城乡公所以最严谨的防疫措施办理110年度父亲节表扬活动，配合疫情，户外100人以下。室内50人以下，乡公所以分批分流分时段的方式来办理。乡长何礼台为了让110年度受表扬的模范父亲也有完整的仪式表扬的殊荣，新城乡公所在8月7号上午9点半，在新城乡原住民文物馆办理新城乡模范父亲、原住民模范父亲、环保志工爸爸、校体楷模表扬活动。由于2个多月时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经过全国国人的共同努力，防疫警戒降到2级，乡长何礼台为让本年度表扬的父亲也有完整的仪式，用最严谨的方式防疫措施办理表扬活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的表扬，新城乡啊，要特别感谢这些如太阳一般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你们照亮了自己的家庭，是家庭中的精神的支柱，精神以及经济上的一个支柱。所以新城乡今年虽然是疫情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采取分流，对于这些受奖的爸爸们来予以尊重，予以表扬，社会典范。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时也表扬了校替楷模，来自社会的典范，让我们社会人士都能够知道校替的真谛。尤其孝敬自己的父母亲、友爱兄弟，是我们年轻一辈应该要学习的。再来就是我们的志工的一个表扬，要谢谢他们牺牲自我的时间，愿意为社会来付出。所以今天新城乡公所特别来举办这样子有意义的父亲节以及各项的一个表扬，对他们的一个尊重，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要遵守防疫的规定，让自己健康也是保护他人。现场也有许多贵宾们来共同见证，有新颖邱光明、郑宝秀、立法院傅昆萁服务处主任柏江生、花莲湖北区服务中心主任尤黄明、新城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张美华、代表傅伟豪、陈波昌、林志胜、梁玉华、葛秋夫、田金峰、新城村长郭雄等8位村长，以及各区社会方协会环保志工理事长等等，并且纷纷表达恭贺之意。现在乡长何礼台恭喜表扬的乡亲，并且指出父亲如太阳一般照亮自己的家庭，在家中可以说是经济的精神支柱。今年因为疫情无法像往年一样盛大扩大办理，乡土的团队仍用最严谨的防疫措施，以室内分流的方式举办父亲节表扬活动。受表扬的模范父亲、原住民模范父亲、环保志工爸爸、校体楷模不计辛劳对家庭的付出以及照顾，对父母的孝顺照料、对社会的贡献以及服务等等，成为社会的典范，必须用完整的表扬仪式来表达敬意。也再次回乡亲，防疫警戒虽然降到2级仍未解除，敬请遵守相关的防疫措施。现在乡长何礼台也敬祝全天下的父亲以及所有乡亲们父亲佳节愉快。接着，中央新闻报道。